那三那四，我要来领我的泳圈了，好累哦。加油！要上去哦。开始了颓废的旅程啊，搁浅喽。好啊。那里面还有一个瀑布哎，朔溪就是这样。真的呢。溪中的自然界景观。二三，它地下面跳的感觉，其实踩上去真的蛮高的。哇！结束了。大家早，今天是我们在宜兰的第三天早上了吧？那今天的行程是到南澳去玩飘飘河一个上午。然后下午可能去东山吧，我们等一下出发南澳一个小时的车程。我们到了哦，这是今天要去飘飘河的那山那湖。感觉会晒爆了。用错就好了。我要来领我的泳圈了。懒人运动。匍匐前进。你的动了。Breakfast。好废哦。这是躺在上面的视角。前面太远了， go go go， 冲啊！越来越往溪里面哦。这是别人的，别喘的。哇，很多人呢。对呀、啊，整条溪不同喘的。等一下，我们就可以这样子飘飘飘飘飘，是去到这边，然后再去到那边。给你。飘上去哦。哪里？哎，我要要去哪里？哦，我们拉到了。我走。这样等一下，你走了之后，我们就分散了。好废哦。废物的一天。开始了颓废的旅程了。拜拜。
要站起来喽，是不是后面下去有一个水一直泼起来？对。再度上路。抓到石头了。啊我追到你了，好多人哦。搁浅喽。听到里面有水声，你有听到吗？感觉很开心呢。原来里面还有一个瀑布，他们不知道怎么找的，很厉害。所以里面还有一个支线。
这是支线呢、啊。对啊，溯溪就是这样啊。哇，这个更冰哎、欸，这更冰。厉害、欸！小瀑布，他们在那边淋雨，感觉这个淋上去会很爽。很冷呢、欸。我再拍一张 ，OK。走了，溪中的自然界景观，换他们要去挑战被瀑布淋了，嘿嘿。我是最后一名，后面都没人了。这是现在在飘的画面。掉那里去了。
你是发现很高？不是，我是觉得我没有力可以往前。我突然也觉得好像也蛮高的。其实踩上去真的蛮高的。要继续飘了。结束了，快被晒干了。好哦，
村。金阳部落，部落嘛。对对对对。无流汉堡，我们这是老王的辣牛肉酱，哇，老王的辣肉酱。辣吗？好吃吗？赞哦，还不错。好啊，各位，那我们那山那谷飘飘河的行程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。我们等一下应该是去东山玩吧。那这一集就差不多到这里了。OK， 以上是这一集的分享。如果喜欢的朋友，记得那个喜欢；还没订阅朋友就帮我订阅哦。那我们下个行程见了，拜拜。